cells. These are miniature motors that fuel our bodies, maintaining our energy levels from cradle to grave. Yeah, the mitochondria, like the battery, does drain over time. If we don't recharge the mitochondria battery, we won't have the energy needed to run the cell. And if the mitochondria doesn't function optimally, then these early signs of aging begin to appear.最新科技鉴定出红酒中的关键成分就是白藜芦醇。白藜芦醇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科学家们的广泛注意，其中包括哈佛医学院的研究学者们。哈佛医学院的 David Sinclair 博士发表了他的最新发现，白藜芦醇能够增加老鼠30%的寿命，并且能够预防肥胖，同时增加动作的灵活性，以及保护它们免于糖尿病。这份突破性的研究发现被发表在目前世界上最具权威的科学杂志之一《自然》杂志上，并引起了剧烈的反响。而白藜芦醇的发现也被认为是现代科学中最具革命性的发现之一。 David Stipp 在《财富》杂志上发表文章中写道，只有回到抗生素还未被发现的时代，才有可能发现如此博大的治疗潜能。研究人员找来容易发生心脏衰竭的仓鼠，在饲料中加入能增进长寿基因活性的白藜芦醇。瞧，这是出生6周后的仓鼠心脏。出生35周后出现肥大、心脏衰竭的现象，但有食用白藜芦醇的仓鼠，心脏就趋于正常。或植物中所提炼出来的白藜芦醇，可以有效抑制癌症干细胞的自我更新能力，也可以增进临床放射治疗的效果，促进细胞凋亡的能力上面啊，相当的不错，至少都有一半以上上面的一个效果性。那基本上它是一个多酚的一个成分，那也陆续研究出来，它有很多各式各样对于我们生理上面的一个改善性的一个效果。饮食高油脂，日常生活更是烟酒不离手。在这种糜烂生活下，为何世界卫生组织对全世界191个国家人口进行最长寿国家调查，法国排行3呢？美国则排行24。同样高热量食物下的法国与美国为何有如此差别？原因就在于法国人习惯于饮食中搭配红酒，而红酒内含有白藜芦醇，经以下资料佐证白藜芦醇的抗老化成效。现在让我们开始介绍白藜芦醇吧。照中国五行原理，法国逆论学研究出得以五行相符、克服五行相克、五种器官平衡的运转，并活化立腺体，得以应付压力的能量，并且能保持稳定的生理活动。
延缓细胞凋亡的连锁反应，让不健康、衰老甚至病变的细胞进入细胞死亡的程序，以维持体内的健康。成果呢，让我们去想象出，如果以单一白藜芦醇的效果，再搭配我们东方所谓的五行相生的原理，是不是能够达到所谓的相生，然后让人体能够达到就是维持健康的可能跟延长寿命的可能。所以我们去找有关人体的细胞跟立腺体的关系，因为我们发现人体的细胞似乎跟立腺体健不健康是有息息相关的一个因素。所以呢，从1996年对于立腺体开始逐渐认识之后，发现立腺体影响细胞的凋零，立腺体跟干细胞也有关系，然后白藜醇对立腺体的改善以及激活就所谓长寿基因摄入因子防止代谢性疾病的研究都已经陆陆续续被研究跟发表之后，我们就把这些串联起来，就这个桥梁开始就被建构出来。一旦把这些桥梁建构之后，再针对我们东方所谓的五行相生的原理，你今天如果肝一直把它保养得很强壮，不见得是好事，因为我们知道必须要相生，如果只有一个很强，其他地方相对的可能会被影响到，就像人类的偏食习惯一样。所以肝好，肾搞不好会受影响所以肝、心、脾、肺、肾所谓的木、火、土、金、水如何相生那这样的一个原理，我们才逐渐的探讨之后，发现经由白藜醇把每一个细胞里面的立腺体做激活之后，然后再搭配适当的营养成分，那当然这个食材的选择跟它的分量都是有相当的这个精准的一个黄金比例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做研究方面的所需要注意的东西。相片，因为我也是希望能够变得年轻嘛所以呢，这个案例来讲的话呢，四年半前的我跟四年半后的我，竟然是好像是不一样的一个人所以如果以这样的结果就很符合了，在十几年来欧美他们对白藜醇的研究，似乎能够抗老化，似乎可以回春那以五行相生的原理来讲的话呢，就是五行相生，那表征于外。那所以我期待呢，我第三张相片在两年之后会比这一张还要更年轻然后在追踪我妈妈基本上她是经过七次的手术现在不能走路，所以两年半前相当的衰老，就没想到经过我们的追踪之后发现他似乎恢复到之前的状况，然后最近的身体健康检查从五个红字变成只有一个很轻微的红字所以他相当的高兴。然后这一位呢是更特殊的案例，因为白藜醇在西方的研究报告来讲，他们对于帕金森氏症说有帮助，那经过我们的原理五行相生的原理之后这个是一年半前的蔡妈妈，从帕金森氏症九年，然后达到三期半的一个严重性，在一年半之后，医生诊断是剩下一期半，所以这样一个结果让我们相当的兴奋，也鼓励我们能够继续再往前。刚开始真的很严重，那整个脖子一直，很严重的时候，脖子一直往下垂，然后呢，就是吃东西很容易呛到，因为那个食道不都一直萎缩的，都不是很好。然后呢，你看那个精神都不好，然后走路真的就是小碎步，都小碎步。那现在情况就改善很多了，你看现在脖子就是比较会直的。但是那脖子弯到从后面看到他的时候，根本没有看到头，真的，如果半夜真的是会吓死的。可以，你看现在就差很多最重要就是说，他的眼神，就差很多，因为他不只是帕金森，他也有那个什么，白内障，他白内障已经开过三次刀了，一次是那个开刀，那两次是用雷射的，可是他现在他现在就是说，那个电脑，都很清楚
他那字他都可以看得很清楚。我还问他说：“哎，这个什么字？”他都会跟我讲是什么字。第三级便秘。哎，对，第那个那时候去医生去做复健的时候，然后医生一年哦，整整一年没有看到他，然后就又跑去把电脑看一看，他又出来又摇摇头，然后又进去，第二天又出来又看一看，然后又这样子哈、哦，啊那看他一副不相信的样子，然后第三天他受不了说：“你到底给他吃什么？”我说百里如春啊，你怎么知道啊？就是朋友介绍啊，啊，就这样子。然后他的哎，那个医生真的也吓一大跳，因为从他那个时候他都不会走路，哈、啊，都不会走路，他用轮椅哈、啊。然后进了医院的话，也是都要用轮椅，然后而且呢，就是说要牵他的时候，不是就是这样要拖着啊、哦，用拖鞋抬行。现在就是说你只要牵着他的手，他就走路就很轻松了。这个单元要来介绍一个大家一个新的养生观念。那我知道现在的观众朋友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视，那现在呢，这个市面上的这个养生的这个观念的东西实在太多了。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一样新的东西叫做白藜芦醇。近年来，人们已经知道抗氧化对于健康的帮助，除了适度运动以及多接触大自然之外，也可从饮食方面来摄取，而抗氧化的食物以葡萄最为人所知。近来也有新闻指出，适量啜饮以葡萄所酿造的红酒有益健康。这次我们访问到对于抗氧化方面与对白藜芦醇有相当研究的廖全祥博士，说明到底要如何摄取抗氧化的食物才能真正帮助健康。因为发现呢、啊，红酒对人体的心血管是有相当帮助，但是为什么白酒没有？所以就发现呢、啊，如果是红酒，它本身有葡萄皮的萃取。啊，就是有里面的发酵，那白酒就没有，所以他们就针对这个葡萄皮就进行整个的研究。那十几年来的这个萃取技术成功之后啊，那白藜芦醇成分就被萃取出来了。如果各位朋友你要去吃，就是对人体有帮助到的这个成分，就白藜芦醇的含量要够的话呢，一天就必须要喝差不多200瓶到300瓶红酒所提供的白藜芦醇的成分。绿花椰菜、樱桃、葡萄等蔬果含有许多抗氧化成分，但关键是如何才能有效摄取。在这一场的抗氧化健康讲座，除了介绍抗氧化的方式外，现场盛况空前，前云林县副县长李应元也应邀前来，肯定并分享他的抗氧化心得。它是可以经过很多的植物来做萃取出来，包括所谓巴西紫梅，就是巴西不老梅，包括蓝莓，包括石榴，甚至花生都有，但是因为萃取的浓度纯度不一样，所搭配的其他成分如果对的话，对人体的帮助是有相当好的这个效果。这边的成分的搭配是很重要，但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说被利用率是很重要，进来被我们人体消化吸收，但是被利用不行，所以如何把它延长在人体的细胞粒线体里面，时间越长是越好。 PPA有阿尔法、贝塔、伽马，所以 PPAS 啊的活化剂就可以等于是加成效果，那把白藜醇的效果就搭配上来，再加上叶黄素。那我们知道叶黄素事实上不是只有对眼睛有功效，对其他人体都有相当的帮助。所以我们因为这样的很多大概将近20种成分，所以这是我们在整个研发过程当中，针对它停留在人体粒线体里面的这个细的时间研究之后，所能够调配出来的这个成分的搭配。此次的健康讲座将这些资讯浓缩整合，让许多注重养生的民众能更简单了解不同以往的健康新知。在报纸上，事实上之前就有提到一位，他是干细胞的一个等于权威，美国佛罗里达州大学的一个老化研究中心主任保罗·参伯格，那他就讲到，干细胞确实对人体有可以延缓老化，但是如果植物萃取的成分对的话，包括绿茶、儿茶素，对人体的干细胞都能够达到所谓的这个就是帮助的效果。所以美国医学研究院，然后就是哈佛大学，很多的研究报道都已经证明，
这个醇是酒精的甲醇乙醇啊，那它必须要在一个酒精的这个环境之下，就是油溶性的啊，它的被那个分解的效果会更好。所以如果吃有关白藜芦醇的成分，最好是饭中或者是饭后。所以为什么红酒是饭中跟饭后？什么叫饭中？就一边吃饭一边吃饭，对对对。那当然这个就比较哈、比较没有办法，所以一般是吃完饭就吃这个，不然就是喝一点点红酒，那不要酗酒，喝一点红酒啊，不然就喝一点点这样比较油脂性的东西，那这样可以增加它被我们人体所消化跟吸收。身体的保健不仅仅是适量摄取健康食品就足够，维持良好的生活与饮食习惯，以及舒畅的心情才是根本之道。